紧迈。来往有力，左右弹人手，如转锁无常。硕如切绳，如刃悲线。壮师，举如转锁，切如绳，脉象阴之得紧灵，总是寒邪来作扣，内为腹痛，外身疼。象类师，见咸食。主病师，仅为诸痛主于寒，喘咳风涎吐冷痰。浮紧表寒须发月，紧沉温散自然安。寸紧人迎气口分，当关心腹痛沉沉。始终有紧为阴冷，定是奔豚与善疼。缓脉去来小块于池，一息四至，如丝在经，不卷其轴，应指和缓往来甚匀，如初春杨柳五风之象，如微风轻展柳梢。体壮师，缓脉阿阿四至通，柳梢袅袅沾清风。欲从脉里求神气，只在从容和缓中。象类师，见迟脉。主病师，缓脉盈衰未有余，或风或湿或脾虚，上为象降，下痿痹，分别浮沉大小区，寸缓风邪象背居，观为风眩未加虚，神门如泄或风密，或是蹒跚足立于。剖脉，浮大而软，按之中央空，两边实，中空外实，状如瓷葱。体壮师，
剖形弗大软如葱，砭石曲之嫩已空，火泛阳经血上溢，热侵阴络下流红。象类诗：中空旁实乃为抠，弗大而实虚脉乎，抠更带弦名曰膈，剖为失血，膈血虚。主病诗：寸抠积血在于胸，关里逢抠肠胃痈，尺不见之多下血，赤淋红粒漏崩中。